哎呦，一根口红那么大一盒子啊！打开中间有一个这个。哎呦，还有小娃娃，还是很花心思啊。口红吗？什么颜色？打开看一下。看看什么颜色？挑的不错。哦，这还可以的。盲盒。哦，喜欢这个。我想看看口红什么颜色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这是谁。我看一下那个可以吗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好可爱啊。因为我看到这个玩偶，我就觉得是应该是他，因为他很喜欢玩偶，对，动漫，是像迪迪干的事，情深开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个灯，然后呢，什么都没有吗？对，我感觉这个像是阿星的，我其实也觉得比较像。那这么推理起来，这个应该是错错。我也觉得，有点错错的感觉。这是错错的吗？这个里面有东西啊，这个这是猫猫。天哪！这个好可爱呀、这个！这个好可爱呀、我也喜欢猫猫。他们俩都喜欢，那个中中松开手了。好可爱啊！我感觉这还挺，就挺细心的感觉。但为什么不是狗狗，是猫猫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叫猫猫，猫不吃鱼。这猫猫好可爱呀、我很喜欢这个猫猫。哇哦！还有画笔，这个也是他那里面的吗？而且还是绿色的笔。是绿色的笔。谁喜欢绿色？我说我绿色是我的幸运。中中有点湿。